啊，那但头怎么？哦，是这样，是不是？绕线。哦，插在那个凸起来的上面，可以吗？就是，然后他就会自己卷上去了，然后插在这个上面吗？是这样吗？不是很肯定。对啊，可以啊，只是不知道可不可以拔起来。还有一个，哇！叫你推到右边。那怎么推到左边？哦，所以应该是推到右边，然后他就会转转这里，是不是？你试试看啊。耶呢？没有插电。笑死！嘿，你等下下面就烂掉。不，看不见你。最新玩具。不，出事了。没有啦。信徒不见，你上面的条信不见。哦，收进去了是不是？那你就自己重穿。等一下。哦，我的打击。出来。换你，换你。我傻眼。他要被你玩坏了。什么鬼？他转到哪里去了？直接把它剪掉了。这什么鬼啊？用这个东西把它挑出来。原来是挑衅机，哇！原来是挑掏耳棒。为什么针这么下面？因为我的布没有很大，没有很厚啊，所以可以下面那插。你说从哪里穿到哪里？要从前到后。从前到后。所以你要从后面拉，往，对对对。我看不到。你连大的都穿不过。一坨银色，我看不到东西。什么啦？电风扇？那头超毛，你要？那个头是出了什么意外？出车祸。出车祸。哦，然后你就要拿这个洗。这个呢？不，你失败了。哇！你太慢了。说这样吗？那这个线是要放到哪里去？没有啊，就然后往下，要往下绕，然后对啊，然后就他说要留15公分出来，你拉，你拉，就这样啊，差不多，就比较不容易跑回去吧。那这样子应该开头的时候就要先倒车啊，不然，下去。我已经看不懂那一坨了。应该要，然后倒车，然后再开始。然后缝完就倒车。哈哈，我这个错乱。我就看着你。好，没关系，那边结束了。然后就拔。然后继续。这个是写的很潇洒。可以啊，写还在。然后我刚刚缝是哪一条？就跟你说我一块布啊，你根本看不懂啊，傻眼。应该是有啊，我都有那个。哇，这个刀可以把你手切下来。对，那超重，那怎么那么厉害？他剪刀超大把。剪线啊。对啊。哇，那超厉害，那超好用哎。还可以剪布吗？哎、欸，这超帅。看他的新玩具。这超帅！会啊！你们慢慢玩，我有恐惧症。怎样了？你手根本伸不进去啦！真的吗？你手没有那么甜。哦，太好了！你在攻下回。看来你也是古老的时候，然后可以把手穿烂。对啊，我还要脚踩，要踩下面那一块板。对啊，那你们的电呢？电呢？USB 哦。还有这个、啊。就两种呢。直接插。哦，他不是因为叫阿嬷来用啊，阿嬷，阿嬷问号，阿嬷没有用过这种，那还不叫阿嬷来玩，这样吗？你要把你不是要折起来玩，还是你只要它有点厚啊？你就缝一条线就好，反正你也没有要干嘛。对啊，我也没有要干嘛，快这样吗？对啊，那你要压脚放下来。对啊，漂亮。你是要从外面开始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从，你说从像是这样子吗？
从这个外面开始嘛，然后再慢慢推进去嘛，还是是已经从这里上面开始？那这样前面那一段就没有东西，就还是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有研究过。什么意思？不是啊，你这样从中间开始的意思啊？那你前面为什么要有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什么意思？只要有头有尾。你。那看来要用脚踩比较不会错乱。那你就踏这个啊。打开，打开。踏板切到，我觉得它会起飞。对吗？那你用完了，接踏板试试。你接啊，你接啊。那你要用完了，我要把电插回去。好嘞，搞定。哇塞！这样是有在做事的吗？哦，有，好。感受出来，他有在做事。那他有压力吗？啊？嗯，啊，现在线都跑进去了，不、啊，牛，没有，你直接抽出来就好了。线到哪里去？你就这个，你是，这个是，哦，这是下面那一条。啊，那上面的又不见了。他要上去的。哦，他，你快快抽他、啊！你要抽什么？你被打劫啊！这个是什么？这不是。看起来又像吃水果的。你说那个，它这是断掉还是它原本长这样？应该是原本长这样吧，里面又没东西。它可能真的只是勾芡的，我不知道。它像水果叉。要喘气，已经脱窗。你在穿什么东西？看不到，你穿，我眼睛烂掉了。可能是你眼镜度数太深了。哦，太深奥了，说近视叠远视。啊？嗯？我怎么感觉快要把这个头戳烂了？你要用银色那一个吗？银色的头是比较小的。这个头？它的头盘比较细。漂亮。这样我怎么知道我？前回。所以正常是长这样吗？我不知道，就头。衣服就长这样。长，然后跟尾。那它理论上，它理论上应该要重，要那个吧、啊？要重叠吗？像这样就有点重叠吧。那可能是你手歪了。这样没有重叠，是不是还是拉得开？还是其实没差？应该没什么差了，开了再说。现在只有一块布啊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。再一块。再一块。不要。双臂的布。那你可以缝这个边了。太帅了吧！就会有超长的一块布。那你要玩踏板吗？踏板脱离。哦，没插线，没插。那我可以把你手搓烂。哇！是水果叉。对。哦，那我可以缝超级无敌冰冰这样子。挑战最冰冰。不要把它玩坏。挑战太多线头了啦。挑战冰冰缝纫。线头满天飞。啊，这个有压力的吗？这个踏板有压力的吗？它要踩有点下去。还是它只有一定的速度？我没
玩过。我怎么要踩那么下去？他要踩很下面。我踩，呜。但是他会立刻停下来。我很前面，我前面没有。他其实比较效率比较快。没有，就是一号的速度。下回。好的，搞定。你把错调了。哦。他懒不用拔，没差。我要把线头拔掉。你要把针拔下来是吧？我把针凹断，难怪他要付给那么多针。就是、你都把针拔掉。哇！线，线看起来有点少。真的耶，超帅的耶。线看起来超少。这边是风超彬彬的，它已经快烂掉了。我觉得是布要烂掉，不是线要坏掉。它、啊、只是脏不织布而已。起伏不织布，那前面呢？前面，所以前面还是一样要收啊，不然它这样一拉它就开了。对啊，所以头的时候要先过去，然后再回，然后头也要，然后尾也要，就是要收头收尾，不然它的线还是会跑掉。所以这超那你可以玩玩别的。我这个已经缝了外面去。不要对齐。对啊。我要玩这是什么心电图。现在是什么 ?AA3, 现在是这个。你知道我不知道上面那个球球是什么意思。应该就是。结吗？应该只是线。线的间距。就是哦、所以这个就变超级细。这个是线的间距啊，那这个是什么差？这个有什么差？还是其实是一样的，哦，不一样啊，他打的结的位置不一样，就是下中上哎，他就是有什么差？你看出来了吗？就我们刚我们刚是三哦，数字在哪里啊？这个啊，那是上啊，眼睛烂掉，根本看不出来，躺平。啊、那就都玩玩看就知道了，都玩都玩太好玩了，今天就把你的线索都用完，先把剪刀嘞，那个剪刀嘞，嗯，在你前面、啊、哇对，那我们来玩一号。那这个嘞，这个是有什么书？这个要干嘛？嗯。这个。好像是什么线的张力。线的张力。我不知道。哦，这是紧的程度吗？还是什么鬼？嗯对，但我不知道它紧的程度会变什么样。它也没写。就有的比较厚，你给它张，就是要让它比较松。那个是比较薄的吧？哦，那个是比较薄。应该吧？我不知道。不是啊，你写去哪里了？哈。你猜，我先玩不同号，看看。慢玩。